他这样不一定有这个这吃的。要这里。等会儿。嗯。嗯。然后呢？移到这边来。你往后，你往后来看看。应该是。这一百五的是吧？嗯，等会儿。改成75的给他改成。嗯，你先别动哈。嗯，好了。75应该是。75。这你改成150。嗯，然后呢？下面参数。哪边？这，看鼠标，这里。嗯。这里改成精度是150的是吧？嗯，你看现在慢点，慢点哈，还没对准。嗯。嗯，好了，然后呢？OK， 下来。等会儿。嗯。好了，这是工作区域，应该就是150的。嗯。哦，需要画个150的框。嗯。应用，嗯，再点下去中，然后才出来，然后这样就学科，你要这个来拍一下，嗯，是吧？点下表卡，等会儿，嗯。又出现个框，你再点一遍，再去点一遍，我这看一看，哎呀，这个。要不要放正一点呢？这个板儿。我放然后。嗯。啊，然后呢？这样来是吧？然后之后，现在是看，这里是有弧度的，这里是有。嗯。弧度。嗯。你可以这样来拍。参数。等会儿，等它变清楚一点的，嗯。参数。嗯。需要改一下。这里，嗯，改成1.05吧，1.05。嗯，这就是在校对的过程是吧？它要是有弧度的话就改。然后点 OK。嗯，然后再打。对。等会儿。再打一下。你先点一下，然后我再过去拍，正好拍到，点两下。你过这边，不你拍哪边去？然后他应该能够看出来变化。嗯。看嘛，调哪样是这条边有变化了。嗯。还得调吗？啊。还要调吗？应该它还是它应该是这现在是变成鼓的了，原来是往里挖吧，现在的。嗯。有点调大了。嗯。原来是5，可以改成4。嗯。哎 ，OK。再打一下。等会儿。这样应该先暂时先这样吧，然后咱们再调另一条边。嗯。这条边没有。啊。哎呀，我这样拍过去，他能看明白不？他就看，给他需要调这里，需要调这个了。0.97。等会儿，
我就姐给他拍这个视频，变化不是很大。嗯。然后呢？等会儿。我们今天九晚。你那上次调的是多少？调的万分之多，好失望了。行了吗？0.95。0.95也不行。先等会儿，看你调多少。我还没拍呢。那你告诉他方法就行了呀。嗯。不行，再往大点调调的。嗯 ，OK 了吗？不行，行，你们可能他挖的更厉害了吧？哦。你先别，你调上来先别打，我拍一下哈。等着0.93。先等会儿，先别动。嗯。调一下比例。等会儿，你要量一下吗？我量一下，看那大小。先打样吧，量一下吧，170。等一会儿啊。你点哪里？鼠标呢？一直就是电量差是吧？嗯。就需要从这里点，是吧？嗯。他应该知道这是什么。目标尺寸是150吧？嗯。150。实际尺寸是170。OK。OK。你再打。对。明显变小了，应该是150差不多。嗯。然后再调这上面。等会儿哈，我要转过来。你不，你还量那个东西。我需要量一下这，我再需要量一下这上面。这上面是170。172。是教他方法，然后怎么想？实际尺寸170。哎，你说他要是用过打标机的话，这些东西他懂吗？他应该懂。用过打标机的都懂。对。这世界上的打标机都是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差不多吧。嗯。都得先校参数是吧？都得需要先参数，看看。好，挂了一下。这是暂停吗？啊。这是暂停。